好花看到半开时，千转又长万转次。秀之卿纤佳色度，淡妆抹浓总生宜。言春已略似蔷薇，射往一枝香满意。缓色半开玫瑰好，不从金缕拆仙归。阿伯含兄弟细路，旧拜系广府省城西关文昌行，又为姓胡嘅靓体，俾人封佢个绰号做山观音。佢老公姓戴土王，吊佢老母臭花喜呢条捻样系二世做一名，按日正识得喺屋企切私房局，搵捻卖成班戏子狗向局，齐齐吹大烟。山观音拉佢有粒千金，个名叫做黄少卿。呢条臭喺当年系西关至捻杀嘅靓女，俾人封个绰号做西关美人。过市住响省城黄沙西约下街门牌十号，广府大戏舞台冇生靓新话，都成日死落佢哋嘅向局反，被佢金水楼台先得月。老夫配少妻，才能买西关美人黄少卿做老婆。中华民国十一年阿买粒次固定，黄少卿嫁敲人都好难运，慢慢呢树去，果树去，四围去交际应酬。靓新话顶佢唔捻信，拉佢离婚收场，粒仔就紧系跟返个搭水老母啦。黄少卿冇网管，就更加难运，慢慢拉埋成班男人提气饮烧酒，被啲报纸捞起个半开玫瑰禁住话嘅外号。攞白头飞机炸广州市，黄少卿死落香港，住佢姊妹戴雪兰屋企，果时戴雪兰沟紧条啲大佬麦烧下，於是两姊妹夹埋银子，整间万象影片公司，被佢做开起师爷。而家几个外号半开玫瑰做片名做噱头，踩出有声影画戏嚟搵银子。呢出片搵靓仔吴楚凡做主角，乘机戏假情真沟捻埋佢。连埋外母生观音护士，靓身怀个又艇仔，夹吴楚凡齐齐住埋喺九龙土瓜湾探公道门牌153号三楼。黄少卿啲犬内路写优抚清皇后王万里，老家平少燕妃梁翠微锦。中华民国28年6月6号礼拜二朝，山观音护士拎起家机用20000个大洋喺省城逢庆中药买嘅大屋，俾老白头炸鸠咗，一时睇唔捻开，摊城中腹首高自杀，典藏典籍咁呻吟。女婿吴楚凡听到，送佢入九龙医院洗胃治执返条老命咋。中华民国28年6月20号礼拜二朝7点，靓新话气管炎发作，听改拉柴卖咸鸭蛋。黄少卿都有带埋个成17岁嘅仔过海去送佢老豆钟。老白头打到嚟香港时，吴楚凡拉黄少卿冚家着草死晒去法属广州湾，喺果树贫贱夫妻百事哀，有钱女唔捱得，拉吴楚凡省捻埋。和平后人老珠黄，踩埋验尸机后就收山，再次翻头嫁过去梳打浮。哇哥，大佬神父事关后生时，按入靠打荷尔蒙针嚟保住块靓面嚟勾男人，老时内分泌失调，屙唔捻出屎，要紫罗连搵支嘅嘅拉佢通通。哦，吴楚凡个第一任嘅太太咧，佢系听到我喺美国翻嚟咧，佢啊使人去叫我，咁我话去养和医院探佢，佢话。喂，听日你得唔得闲啊？我话得，做咩啊？你嚟啦。我话做咩啊？佢话我3个月冇大便。哇、哦，咁唔得掂喎。第日我就拎一个工具，就系一支银针嘅。
咁就去服侍佢。工作進行嘅時候咧，佢啊拎一樽香水，拎一條手巾仔，香水倒落個手巾仔，養啊，好臭啊，好臭啊咁。咁佢養嗰條手巾仔，沾滿咗香水，我話好香啊，好香啊！服侍咗佢咧，第二日就係、是、阿蓮啊，我都好想早日安息。哇！我一聽到佢講呢個，好開心，想安息。我話你就要向耶穌認罪，凡勞苦擔重擔嘅人可以到耶穌嘅面前，耶穌就使你得安息。你想安息，你要悔改，要認罪，要信靠耶穌，接納耶穌做你嘅救主。佢話：好啊，蓮啊，唔該你請牧師嚟同我洗禮啊！丟你條臭喺牙！你条半开玫瑰死到临头都要信埋基督教，呢啲异端邪教，点解唔揾我 Bosco 神父嚟拉你行天主教嘅洗礼呀？哎呀，我开心到咧，我揽住佢喊，真系呢、这个人咧好憎人讲耶稣嘅，出咗名嘅喎、哦，吓、电影界出名嘅，系吴楚凡嘅太太啊！你一讲耶稣，佢闹你啊！啊、一个咁憎恨耶稣的人竟然呢，他说我要洗礼、啊